是新欢，然后今天敲完款会比较多一点点，然后开始大家这周开始都会感觉比较有降温的感觉。然后就一起混搭这样，针织款的，然后还有一些下身混搭给你看，还有敲完款的，因为最近的敲完款的款式名单就特别热烈，因为大家就是很想要知道，秋冬混搭，然后重复混搭原本的单品，然后从像洋葱式的搭配啊，怎么搭配，我就一起介绍给大家。然后本周呢最热门的商品，就是原本从最简单的那种针织变成到开始外套出现了，所以我等一下我今天也会搭配针织这样搭配外套，层叠是洋葱式的搭配给你们看。OK， hello， 好，这个第一件这个是话是还有米色跟咖啡色，然后咖啡色非常可爱，还有它搭配就是它有巧克力咖啡的感觉。那这个它的本版型啊是有点微微的宽松感，然后里面搭配那种小可爱，然后它的那个我等一下会拉开让你看一下，然后我会搭配裤子还有这个裙子给你们看看，因为它这个有点微松的，然后它短版大概在裤头一半的位置，所以就是很好搭，所以西装裤啊牛仔裤都非常方便。然后之外的话，因为它是透纱的嘛，它是有点微微透的针织，所以你就是像这样今天想要这样天气也 OK， 然后冷一点可以自己在家。然后往后腿的搭配是 PU 的皮裙，这款皮裙呢因为它是松紧带的，所以很受欢迎，然后它侧两侧地方还有那个口袋，所以蛮可爱的，很好放，很方便，很搭配。我等一会还会有搭配黑色的给你们看，然后混搭其他款式。长裙是没有尺寸的，可是它会有这个松紧带，松紧带就是很好搭配。然后它像这个简单的这种针织啊，它因为很方便、很轻松，然后版型也是比较友善一点点，所以搭配上面都很简单。然后它的版型，领子地方是圆领的，然后旁边手袖的地方就微宽松。针织的部分，那这样针织全咖啡的可可色，这种乌木系的颜色搭配起来都会很漂亮。然后我会搭配像跟鞋跟这个给你们看，因为这一双针织每都会被问烦。然后因为这个啊，很多朋友会担心不好照顾，但它其实是防起皮的。防起皮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再喷防水喷雾，很好保养，就是擦干，然后防水喷雾喷，然后如果下雨比较大的话，就喷多一点点。然后平常的话大概一周喷一次就可以了，非常好走，而且它的那个后面是拉链式的，很好搭配。然后它的这个是做小方根，所以它这个平几乎快要平底了，所以很好搭配。然后有些朋友会自己买增高垫搭在里面，可以自己混搭。那因为它这个其实算是瘦瘦靴，它这个地方是收起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很显瘦，甚至你可以搭那种直筒的牛仔裤也可以搭配。配是跟鞋，然后所以你现在搭配这个靴子短靴会不同的氛围。版型很轻松，很好搭。可可色呢，美拉德配色就是这几年很夯嘛。那这个很适合东方人点，就是
你真的很好搭，而且它就是你只要配咖啡、奶茶，就是东方人最喜欢的几个颜色搭配，互相搭配就可以了。然后我搭配这个款式呢，它这个棉呢，它很舒服，它不是那种就是很便宜的那种薄棉，它是真的有弹的。我等一下会拉给你们看，它这个弹性很端，就是它里面的话，看你们拿到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会觉得感觉哦，它这真的是比较好的棉，然后它是木带的棉，可是它的弹性很好，然后里面有附一个这种同色系的背心，就是真的很基本款，每年都会穿的这种两件式的上衣。然后这个呢，尺寸上面你不用担心，它有一点点合身，可是它其实我呢是有做哈这个地方胸宽的地方，因为想让这个原本是很合身的，这个呢我们的这个套组呢，它是一点点微松的，所以你穿的时候它是有弹性，然后还不会太紧身，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。然后我等一下穿给你们看。或者是一个这个弹性的背心，它这个弹性很大。Okay, 这个它的这个地方，你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那么合身，因为这个原本常常是做比较合身的版型。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做加大一些些微松，可是它也不会真的太松啊，它基本上还是合身版型，可是你会觉得它穿起来是有一点点松松的慵懒感的，会让你觉得好像穿起来很憋。那因为秋冬的话其实冷的话，你这里面你这件也可以拿掉，可以再搭自己的想要的，或是直接单穿这个合起来搭个牛仔裤也可以，你可以互相混搭。那我就先配的配去整套同色系，是不是就完全不用担心，然后零烦恼出门？那因为整体是可可色，会还蛮有氛围感的。我一样搭配那个短靴，让我们看一下。然后你们往后退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一下我那个裙子，还有整体短版跟长版，这看起来就是秀一下我腿的感觉，就很舒适。简单，然后还有别的颜色，你可以自己混搭。然后它扣起来，我这个的话因为圆领的，我蛮喜欢直接扣的，很好搭配。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加自己的项链啊，都可以，然后或是珍珠，很可爱。这样很简单搭配，其实家里的这种外套、风衣什么都可以直接往上面叠加，都可以，很简单。像这种麂皮式的外套，有每搭的配色你可以混搭。里面的话，我还推荐。像这种颜色，你配黑色也好看，然后简单的白色、白灰黑都 OK。那最出色，我觉得是咖啡色跟黑色，然后还有如果你会有点安格拉红或是酒红的深的，都很好看。它就是混搭，可以去玩它的配色。那你要把它柔化一点点，你可以配奶茶色、卡其。
米色都可以去做渐层。是那种梅拉的配色的 ，OK， 皮裤，皮裤呢，我今天会配上这个麻花的这个皮带，配起来就是我想要让你们觉得有点老天蓬的感觉，因为它这个颜色配起来我觉得超级无敌美，这两前面这两套都是很漂亮的这个，所以这个靴子呢，我前面找了蛮久，这个深的可可跟咖啡色一直都没有找到很漂亮让我觉得很满意的，但这两组我真的很喜欢，它配起来。第一个，它皮肤看起来亮，因为红棕色、咖啡色有时候你要挑一下下，但是这个颜色配起来就是东方人还蛮适合的，而且它看起来就是很好搭，而且不会退流行。那我穿这套给你看。我最喜欢的秋冬这种针织衫，就是看起来就很有气质。然后我知道看起来好像蛮紧，它普通的，但它好，那个针织好在哪里？就是它弹性要够，然后它的这个地方穿起来要舒服，接线各方面，就是基本上很简单，可以毛衣链就可以拿出来用。这种简单的这种毛衣最适合打这种长链啊，或是锁骨链。麻花链都可以，你可以自己去混搭。那这个，因为我戴耳环，我想要露出这个皮带，因为很少找到这种可可色，让我觉得这么喜欢。因为其实你注意看那个像这种卡可可色的配色，其实很多都是肤色偏比较深的朋友喜欢，但是这个我觉得。一定要让你们看到它的那个细节，就是你看到它们都是红棕的可可咖啡，然后这个是有点偏在奶茶一点点的咖啡色，配起来就是低调中还有层次，然后不会退流行，随便上班啊、通勤啊、干嘛各种都可以自己在混搭。那如果今天是比较正式场合，你下面换长裙啊、缎面的啊，或是西装裤。然后配个外衣、毛衣、毛呢大衣，看起来就很有气质。那如果平常的话，这样就很 OK。那我一样，这个我配跟鞋跟乐福鞋给你看。看，像这种针织颜色配这种珍珠都很好看，就是可以混搭。这个是有一点点空间的，今天随便把头发夹起来让你们看，这个很适合平常上班的时候穿搭，就很简单，而且身材限制也很少，很友善。那个皮裤啊，皮裤已经介绍了很多次，它后面是松紧带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。然后臀部是加宽，这个我皮裤真的比很久，我真的很推荐你们。如果今年还没有买过皮裤的朋友，这一件先上，因为它真的屁股加宽。然后平常穿什么尺寸，像譬如我穿 X 的话，这一款的话我穿 M，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们如果两个尺寸中间的话，个子高一些，我建议你就直接往上拿 X 尺寸，因为连我都拿大一个尺寸。那单面这个地方腰会有点不松，我怎么可以用皮带调整？因为它是松紧带的，所以基本上这一件裤子非常好配。
品，就是回来的回馈都很棒，而且很多朋友会先买这个颜色再买黑色，真的很好搭，而且很舒服。那你搭配你不会搭配的朋友，因为它下面上宽下窄嘛，不会搭配的朋友，乐福鞋、娃娃鞋，简单的乐福鞋或乐托鞋拿出来穿，真的很好搭。还有短靴，短靴的话，你找那个口比较小的，就是非常好搭，而且看起来是我觉得蛮时髦的。冬天就是要来一件皮裤。那往后退，你看一下屁股这个地方。不行的朋友可以挑这个咖啡的这种这是乐福鞋，这是前面这个方形的这种金属的这一款，然后还有黑色。那这个的话，因为颜色偏浅嘛，我还是配给你们看。其实有焦糖色啊，同色系配，其实真的都蛮好看。你只要颜色够简单，都可以直接互相混搭。外套细节我就不多说了，但已经买第二年了。它版型就是很帅气，而且还是短的，刚刚好。然后这个地方你不要理它，就是让它直接放的是最好看，很简单。然后特色就是摸起来超舒服，很舒服的外套，这个完全不会退流行。可可色配风衣，完全不用担心，也是超好看。这件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第一个它最大特色就是它非常的防皱，就是它就是你只要大概烫一次你轻易挂着就可以了。我上面有特别备注就是防皱材质，然后它的整整体的话我觉得很挺。然后这个地方有做两个，其实风衣比较少做这个设计，因为像个子小的朋友是这个地方的话比较会宽一点点。那因为它这个你再拉紧，有没有拉紧一点点塞进去，然后你可以往上打。那你自己可以靠因为它这边有两个可以选择，你可以自己。那我基本上都蛮随性的，往前绑往后绑都可以。我这个同款的是白色的，白色的针织这一个系列的今天到货，所以今天的这一系列啊款式，只要是有买这个，基本上第一批的全部都会寄出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不用担心，我们都会陆续帮你们出货。然后配这个下面是
种伞裙的。那这一款它的裙子，如果你想要找冬天的这个 A 字裙的话，很推荐，因为它非常的显瘦，而且还有一点分量，穿起来很型，真的很漂亮。那我就很简单的搭配，然后搭配一个我们的小香风，是不是一直都卖很好？然后之前有出类似款的短袖的，我们就出了一个长的给你们看，它的这个是紧扣的，因为这个小香风一直都是我们基本上是外套里面卖最好的。那这个款式呢，它偏长，冬天它的款式它长度偏长一点点，然后搭配给你看。最简单的，我里面穿一件小可爱，然后呢，它这个版型，让你们看一下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弹性这个地方做很好，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整体感，因为它这个是有点微松的。那你要扎不扎都可以，然后全部放下来是这样。小香风的，它这边都是金扣，然后是圆领的，然后这样搭配给你看。它细致度，它是偏宽松一点点的，然后分尺寸。简单的针织最推荐可以搭饰品，然后这个放的外套很推荐扣第一个，之前就已经穿过给你们蛮多次的，然后我之前都配牛仔裤居多，那它配这个简单的裙子，想让你们看一下它长度，那它弹性也是很好，它属于软的针织，然后有一点点厚度，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开始降温的这个很可以当你的打底款，然后配这个我等一下卷起来让你们看。
是这支球纹款，这个已经卖疯了。这个针织来讲的话，这两个月卖最好的是一个是这个，一个它是加两件的一个针织，然后我们有新改版，这个地方有加松，加长一点点。那因为原本的款式已经断货，那我们就是自己在另外做。那这个长度跟款式呢，我稍微微调一点点。然后呢，这个配这个最经典款的牛仔裤，让我们看一下，看起来比较帅气，有一点老天风的感觉。然后等一下我会再另外配这个同款的蓝色针织给你们看。那这个呢款式我配给你们看，之前是配皮裙，然后这次配不一样的。地方呢是松紧的，然后有点空间，然后做加两件的。这个地方也是加的，但是加两件的。这款已经断货了，然后布料的话，我们这个大概15号会再到60件。那因为第一批的朋友还没有寄出，大概这两天就会陆续寄完。那但是我们剩下数量也不多，大概剩10件左右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就是抢，然后你会比较快收到。然后这款呢，它因为重新升级，所以我们有稍微调整一些些，就版型上面我觉得更轻松。然后会尽量还原，然后针织材质是一样的，然后弹性跟这个地方空间会稍微好一点点，多一些些，然后它本身整个看起来会再慵懒一点点的感觉。然后往后推，你可以看一下长度跟这个空间感。上下的，就它整个看起来就是蛮有氛围感，而且不用穿两件，真的是假的，完全都是车上去而已。OK， 好。再来呢，这个穿那个蓝色给你们看。针织是不是就会感觉比较美式一点点，然后往后走一点点，然后弹性就变得 OK， 很舒服。
前的话，这一款小短裤，如果是冬天买的朋友，我真的很推荐这个深蓝色，真的穿起来第一个健美，然后第二个是显瘦，再来的话就是它这个款式本来就是舒服的，然后是九分款式的，我觉得很推荐给你们，就是冬天穿的那种牛仔裤。它因为它是其实四季款嘛，但是因为深色，我觉得今年又很吃这个深蓝色的，走这个粉单深色单宁风。然后穿起来真的，我自己的感觉很深的是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比较精神，然后看起来比较紧力一点点。这个我们穿过吧，这个但我今天配的是长裙，之前配的是短裤，然后因为最近有点微降温，然后这个宝蓝色我是推荐，非常推宝，就配皮革单品，因为看起来特别显。那当然西装裤啦、牛仔裤都很好看，但是就是我觉得皮裤它就会带出它的这个帅气感。应该全部拆开，可以全部拆开，你还可以当上衣，可以当罩衫，然后下面也可以打开，你可以关起来，收起来也可以。然后我是喜欢这样子，它还有个造型在。然后这个裙子呢，因为它有口袋，我觉得蛮帅气的，然后空间感也很够，哇，好腿让你看哦。单品其实你不要设限，就是一定要，我觉得它长裙是应该要配跟鞋，那这个其实我还蛮常配球鞋的，就是很轻松，然后会有点都市休闲的运动服。很简单的这种针织衫，这个的话，这颜色比较容易会断货，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，我提醒一下大家。每周都直播的这一款，这个，敲完款的那种票计，就是计算它的数量啊，就大家这个几乎常会是第一名，因为我们穿过蛮多次了，但这个又跑出来，然后配，就是想说好。那我这次就配不一样的，我想要走就是一点点让你们看一下老天空感，然后完全一样都是灰色，让你们感觉一下它的层次感。然后这个是新款，这款呢它是开叉裙，穿起来非常的女人味。灰色的针织，就是针织呢，第一名，我在心目中第一名永远是灰色，因为灰色的针织永远会第一个看起来就特别慵懒的感觉，然后就会也会感觉的比较感觉得到针织的质地，看起来然后通常都是有点花灰色，对。那它这个 V 领的，它这个 V
地方，它就是最基本款的。它是绵羊毛，它是真的有羊毛材质在里头，可是它加了棉，所以很多朋友都担心这个会刺刺的，因为听到羊毛。那当然，因为它加了棉，所以它就会舒服很多。我是很推荐那种基本款式，然后加上它的版型是有点微松的。我直接这一款直接这样往下扎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松度，还有搭配的整体氛围，然后再来是这种最经典款的，我会打这种长链。那这长链呢，真的很加分，我觉得整体感，这种针织真的，尤其是秋冬饰品真的很重要，而且它这CP值很高，建议推荐大家拿到，而且你拿到你会很惊艳，因为它重量其实有一点点，你拿到的时候你会看到。它的细节度，它是无棉的，就是质感很好。然后另外一款是可以这样子拉的，它可以调整。这个之前我就有介绍过，两款的感觉不太一样，我等一下带给你们看。那个鱼尾裙，鱼尾裙我很推荐配这种。有点像跟，就是吊一个，所以是后面会有个带子的这种高跟鞋，看起来就是特别，就是女人味。可是它款式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它是完全素面的尖头，这个是拥有我们高跟鞋里面永远的第一名，因为它非常简单，然后也很好走。我往后推让你看。那个针织啊，你可以稍微拉高边也可以，就很简单，让你去看一下整体感。然后它这种裙子就看起来比较有女人味。然后开叉还有它整个布料的重量，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。你也可以把它扎起来，扎起来，看起来感觉。接下来连续两组都是灰色的，那另外一款我们现在拿的这个是高领，高领的配上一个缎光裙。这个呢，这个高领的立领，这个我特别介绍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的舒服，它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它的这个材质非常舒服之外呢。它是立领的，我觉得立领真的很好用，有点挡风，可是它这个地方这个脖子的地方又特别修饰。然后好的地方是在哪里？它尺寸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它是偏加宽的，然后它长版可以盖过屁股之外呢，再来它侧边它是有这样子前后开叉的，然后我拿来搭配这样看起来比较正式的缎光裙，可是它可以用这样很简单的单品去搭，就整体会有极简风格。那像这个款式的话，自己冬天很常穿，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有微刷毛。现在买虽然看起来好像会有点比较早一点点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台湾就是这样，一冷就超冷，不冷的时候就不冷。这个呢，我很推，因为一整个冬天你可以穿得到。平常稍微不冷的时候，你就单穿这个。然后我很常去上瑜伽课什么的，就可以单穿这个加瑜伽裤。那你可以搭运动裤、西装裤，然后外面这一套西装外套也很帅气。然后我搭一个这个裙子，让你们看一下。
立领的，再往前大概五厘，它其实很舒服的感觉。然后那个地方是完全可以盖到屁股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往后推让看，然后配新的这个项链。好，很简单，我就先配一个比较简单的鞋子。我觉得很适合上班穿，到时候冷一点的时候，这个真的太好用了。这个直接西装外套往上一搭，整体感就是氛围感都会出来，很简单。然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扎，也可以不要扎都可以。往后退让看一下，然后这个项链呢，它可以自己调整，你想要长一点点，短一点点都可以。然后这个是水手结，很漂亮。然后它这个整体感也是有分量，非常推荐。这两条项链我都建议都可以戴。然后这个它可以拉，可以长短嘛。所以你可以它比较丰富一些些，然后另外一款是我觉得它真的质感很好，因为它整块的雾面的感觉，然后这个也是微微的雾面的感觉，它效果很好。那往后推让你看一下，简单。然后如果真的有点凉，这个披肩，这个我上个礼拜就是去展览就可以，我就搭了这个披肩，我觉得很好用，因为那天也是突然变蛮冷的，然后我就是很简单搭一个比较简单的 T 恤，然后薄的那种就是比较薄的莫代棉 T， 然后就直接配这个，可是我觉得很适合，就是整体感氛围感就还蛮强，因为这个披肩真的很好用。那它这个当然是有一点重量，它是保暖的，我往后推让我看。水墨画一点，是稍微女人味一些些，然后比较文艺风。然后另外一款是格纹，格纹是我真的很爱用。那这个的话，我会觉得它会比较女生一点点，然后搭配的话，我会搭配比较针织感，然后比较气质一点点。然后两款的氛围不同，你可以参考。热销很久，它是，是算是螺纹，可以看一下，螺纹的，然后斜领、一字领都可以。然后我想要搭配这个 Barbie 裤 ，Barbie 裤呢，这个最近越来越多人问，是因为，这一款我发现很多人会，它有点是运动裤感觉。这个是我拿来，就是我因为毕竟我比较常上瑜伽课，这个、款式我真的很喜欢，因为它臀部的地方。它有加宽，可是它整体是喇叭裤的，所以尤其是像我这种臀宽的朋友穿喇叭裤都很害怕，对，这个完全不用怕，穿上就对了。然后尺寸你们稍微注意一下，往上拿也好 ，S 号的拿 M 号 ，M 号拿 L 号就可以了，非常显瘦。
心是这种斜领，然后你可以当一字领都可以，你可以自己拉。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斜领，在斜领的话，我觉得就一边，然后我觉得整体感会看起来比较气质一点。往后看，然后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叫抓皱感的设计，很浅。然后用灰色，我想让你看一下三个颜色，黑白灰。我最喜欢这个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像那种上有瑜伽课啊，就简单，然后就是去个图书馆干嘛啊，超市，你就有点微休闲的，你不会那么正式。其他颜色的话，要正式的正式，要休息的休息。灰色也是一样，但灰色的话，你可以配这种休闲运动裤，看起来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运动休闲感。那我先搭配个球鞋让你看一下。斜斜肩，然后你还要一字肩也可以，它因为它是软的，所以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动。那我先让你看一下整体感，然后它这个长度可以到这里，然后我等一下会筛选给你看。弄得刚刚好，然后又很方便。然后我后面还要穿黑跟白，我配西装给你看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裤子，然后我等一下扎进去。我很推荐每个人都买一件，因为它真的太显瘦了，尤其是黑色，还有其他颜色，我真的最推荐你还没有买过芭比的这个运动裤，真的推荐买一部，因为它第一个它会保暖，它防风舒服，然后屁股的地方，很在意屁股的朋友这一件真的要办下去。然后我配黑色跟配这个白色运动裤。其实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空间，所以它整个我觉得比较友善，然后它弹性很好。我往后推让你看，
它这个半心这个地方会比较明显一点，那个垂坠感。这个外套呢，它的那个版型，这个地方，它的长度我觉得都很刚好，我穿给你看。外套，我未来想要看看一下，它这个还可以塞里面的空间，还有是皮外套，非常防风。我往后款，然后是拉链款。那这款它是因为它是现在就是比较流行那种90年代，那极简风盛行的那种流行型外套。我往后推让你看一下下，然后我配这个西装裤，整体感我觉得很帅气。然后顺便介绍看那个我们的西装裤的部分，这个西装裤呢，黑色终于又再回来了，因为它布料原本断货，它是松紧带的，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这种，很舒服，然后很显瘦，然后它长度分两种，正常款跟加长款，所以正常朋友呢，可能就稍微看一下裤长，基本上160以内的你就拿正常款就可以了，那高一点我喜欢穿落地款，然后再买加长款，跟正常的版型我觉得就是拿正常款就可以了，我往后推让你看。套装这个终于又有在这件布料原本就是有点委屈，所以上一批客人等比较久一点，这个我再跟大家讲一下。这个大概我们这一组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牛仔套组也卖很好，这个款式呢我们大概下周会有大概25件现货，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参考。那我这穿这个给你看，它比较 oversize 一点。这一款呢，裤长偏长，然后呢，因为它这个版型呢，我觉得真的太美了，颜色穿上去就是我觉得很博主款。那它唯一小小的缺点就是裤长真的偏长，但这个我很喜欢，我还是不会改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真的穿跟鞋上去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气势很好，气势很强，它看起来很帅气，然后颜色也很美，我真的觉得如果喜欢西装。那个套组的朋友，这一款不要错过，因为它的，难道你会觉得它真的物超所值？因为颜色真的做得很漂亮，它的颜色很好看。那长度对我来讲，因为我衣服分比较小一点点，然后对我来讲比较长一点点。那
它后面是松紧带的。那基本上我的调整的话，就是平常穿球鞋的话，我就是会直接折一折，或者是因为我不想改。可是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改长度，或是直接反折在里面用夹的，稍微缝一下也可以。可是呢，这一款我会推荐，如果你敢穿长的，真的不要就不用改了。往后退让看。是白裤、西装裤都非常漂亮，它这个颜色真的很出色。我好像推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外套的版型还有裤长。然后呢，我折一折让你们看一下，其实我平常调整的话大概这样。直接调一折，然后因为它是高腰的，那你自己看一下，我配球鞋，两款都是我带去日本穿的套组，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点。那价格虽然有一点，它是外套加这个裤子，很推荐。然后它这是整体感，因为颜色完全一模一样，所以它的完整度会很够，所以时髦度也会真的立刻 up。然后它这个是亚麻的，这款它亚麻，你看亚麻的这个外套真的非常难找，它的质感真的很好哦，你可以看它一下，它是那种十字纹的，真的亚麻。然后裤子。后面松紧带，两组都套组呢，我都很推荐，因为它的布料，它的布料是韩国布料，比较特别一点点，所以颜色就会 很不错。它的材质上面我就觉得很舒服，然后重点是整体感很够，然后颜色完全没有色差之外，它就是真的很舒服。里面还有做领子的这种亚麻，它里面有做领子，它价格会稍微高高一点，但它质感跟各方面整体感真的不会，就是不会让你失望。我往后退了。材质很美，就是基本上这个亚麻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我的夏天就反正两个季节我都一定会进亚麻的。然后这个亚麻套组我觉得很划算，因为它的两件，
然后裤子的地方它是可以松紧的，很友善。问题的话都可以问我们，然后新品明天晚上10点上，OK， 拜拜。